三澳门带你跃进高速三 G 时代。三澳门特约天气报告。收睇由三澳门特约嘅天气报告，而家由阿 Link 带嚟8月27号嘅天气。今日天气炎热，大致天晴，相对湿度介乎50%至88%之间，气温介乎摄氏26至32度，吹轻微至温和东风。今日嘅空气质量指数介乎19至25，空气质量水平属于良好。预测听日嘅空气质量指数啊，路边监测站高密度住宅区同一般性监测站系15至35，空气质量水平属于良好。Bobby 话听日嘅天气酷热天晴，一齐睇卫星云图啊！预料一股炎热空气将持续影响本澳嘅天气。而家睇未来几日嘅天气啊！预测听日天气酷热，大致天晴，气温介乎摄氏25至33度，吹轻微至温和北至东北风。星期日系天气酷热，大致天晴，随后云量逐渐增加，有局部地区性骤雨，及下午咧可能有雷暴，气温介乎摄氏25至33度。而星期一和星期二都是多云，间中有阳光，间中有骤雨，气温介乎摄氏25至31度。而家睇中国各大城市的天气，北京多云21至30度，上海间中有骤雨26至33度，台北多云26至35度，厦门间中有骤雨25至32度，广州有雷暴26至34度。而在亚洲各大城市方面呢，首尔有雨23至29度，东京多云27至34度，马尼拉有雷暴25至31度，曼谷有雷暴25至34度，新加坡都有雷暴25至31度，雅加达有雨25至32度。跟着再看欧美各大城市的天气啦。好啦，今日天气报告完毕啦，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